害吗？哇，这样有什么稀奇的？看我的！干嘛跟我撞衫、啊？好玩嘛？好玩呢、欸。嗯。喂，哎呦，你是宇文，你是宇豪。嗯。宇文是双眼皮，宇豪是单眼皮。哎、欸，你怎么会知道？哎呦，因为我有我的情报。情报王？谁跟你讲的、啊？嗨哦、嗯，我的情报王才不算厉害嘞！今天、啊、我要介绍这个人，他的情报王才算厉害哦！赶快让我们看看我们的外景主持习惯吧。梁军啊，今天吃饭来到鸟语花香的苗栗。不过呢，就像是苗栗这样子鸟语花香、与世无争的地方，相信也是一定会发生不少事情吧。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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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好，有三名旅客感到不适，请通知相关单位处理。那么这些事情呢，是由谁帮我们挖掘出来的呢？噔噔噔噔，当然就是像我们乌大哥这样地方性记者啦。乌大哥你好。乌大哥在苗栗跑了13年的新闻，这里大小事都逃不过他的法眼，他总是在第一时间到达新闻的现场。这些画面都是乌大哥拍的，够呛吧？乌大哥为何能如此神机妙算，能在第一时间拍摄到这些画面呢？好奇的话就跟我们去走一趟喽。好，我给你我的名片。好，这是我的名片。那你手机给我。啊，手机啊？对对对，我贴上一个我的小贴纸。上面有我的联络电话，又有事情打电话给我，有新闻通知我。乌大哥可是有一项必杀技哦，每认识一个新朋友，最重要就是把这个贴在你家的手机上，认识的人都可能成为他的线民，告诉他哪里有新闻。好好好好 ，OK， 好好的。乌大哥发生什么事了？还好，小事情，小事情、啊。对对对对，我还会有重大的新闻。对，小偷被抓到，小事情。哦，小偷被抓到。我的行动电话是365天，一天24小时，从来不关机。除了手机棒马仔以外，和消息来源多多联络也是很重要的，所以吴大哥最常去的地方就是派出所。哎、欸，小段，你好，值班，你好，有嘛事吗？没嘛事啊，没关系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哎、欸，大家好。哎、欸，要班啊？你吃饭了？啊？没事了。啊，然后你看早冲呀，早冲呀。吴大哥，他现在在中子单是要干嘛？他2点到4点要服勤务，这样你要出去巡逻。哦，要出去带枪，装子弹。你连警察同仁要出去巡逻时间都知道、啊，看你跟警察局的同仁大家都很熟哦。还不错啦。你常常这样哈，跟他们建立良好关系，有什么新闻发生的时候呢哈，像我们所长哎、欸，他就会主动的跟我们讲这样。嗯。当然还不止这样哦，像哦。无线电也很重要啊！哎、嗯，警察同步知道资讯，你在外面的时候，你知道一有资讯，你就可以马上赶到现场。这样。幺洞洞，幺洞洞，幺洞洞，幺。一有消息，吴大哥马上出动。在车上，吴大哥还不断确认事件是不是还在发生。他对苗栗的地形了若指掌，毫不犹豫的就赶到现场。吴大哥，这就是无线电刚刚讲的地方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因为有3个小朋友在那边玩水，嗯，这里很危险哦，嗯，就有一个深潭，
那之前还有小朋友在那边淹死，溺水淹死了，所以消防队呢要赶刚刚那几个小朋友来玩水抓鱼的小朋友，这样哦，就在前面一点。哎，消防队还没到哎，看我们比消防队还要早。所以啊，有无线电啊，那好处就是比他们先到。哦，好，那我们赶快去。我们到了现场，到处都找不到无线电中所说的那几个玩水的小朋友。吴大哥去问钓客，确定我们这次扑了个空。啊，走掉了，好掉了，掉了，嗯，对啊。吴大哥啊，像这种即时性的新闻，是不是常常会扑空啊？啊，常有的事啊，这样。其实我们跑新闻的哈，真的。有时候难免扑空啊，但是没有关系，你就把它当成在锻炼身体，哎，这样的话流汗可以排毒，这样身体就会健康。消防队员来了，他就是带着那个扩音器，然后要喊你好。消防队员看到我们，跟吴大哥问过，才知道原来小朋友已经走了。吴大哥说，这附近有一家低收入户，他刚刚看到有基金会的车子前往他们家。既然来了，就去拜访他们，拍摄一下，让社会新闻多一点温情。你们也是很有心。来迎我们是一个重要。哦，现场做现场的，很需要帮忙啊。好啦，我是尽量甲报出来吼，怕大家。有这民众哦，嘿啦，知影。好。我你行来像我，袂无自知都无在一条街。好。那里面看来还没有灯。有啊，那边也有插头插。哦。啊，他们家呢？你看家徒四壁，那他们吃的就很简单了。你看，这是他们早餐、中餐、晚餐，搞不好也是这样，这些菜的。嗯，其实啊，我觉得记者最伟大的地方就在这边，我觉得应该要多多去报道一些像这种，你看家徒四壁，然后吃的东西又这样子很简单，我觉得这样真的很可怜。我觉得应该要多多让社会来关怀这些人，而不是每天就是报道一些爆料啦、名嘴啊。我觉得那个其实还蛮无聊的。多亏吴大哥随机应变，拍摄到这一则雪中送炭的新闻，这样也算没有白跑一趟了。接着吴大哥带我去看地方的斗鱼选美秀，还有斗蟋蟀大赛。歪一块呢？哎，对，贴近一点。他可一些的花花，哎呀，其实呢，吴大哥不只是一些社会新闻要跑，像是一些地方啊、人文相处的一些新闻，他也要跑。像今天这个斗鱼大赛活动呢，吴大哥他不但自己要摄影，还要自己撰稿，真是一手包办，非常辛苦呢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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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哇，哇，好厉害哦！这就胜利了。好了，吴大哥啊，像最近啊，社会新闻这么多，还有政治的，不是一下生喉咙，一下喉肺哦，对吧？那像我们拍这种地方性的新闻啊，什么时候可不可以插进去啊？好，像这种乡土性的节目呢，哈，这种新闻这种蛮有趣的哈，在新闻量不是很多的时候呢，哈，就可以安排，就是当作存稿，把这个存稿放在冰箱里面，改天再发，或者是说，我今天拍的那斗鱼啊、斗蟋蟀呢，哈，我可以留着，明天啊、后天啊，当作新闻的片尾。哦，就是有时候片尾会播放一些歌曲的时候，然后就会把它播出来。对对对，当新闻这个片尾的衬底这样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吴大哥跑新闻，不但24小时接手机、停无线电，还要跋山涉水拍摄土石流和台风，跟地方民众和警察也都混得很熟。我发现要当个地方记者，还真得有18般武艺呢。节目的观众，我小时候的古早味。遥控器一按就可以看到所有的新闻，其实这些都是记者一手建立的人际网络。空青啊，你敢跨麦？就连这上面也有吴大哥的贴纸，真是无孔不入，太厉害了。现在呢，稀饭就要去做这个贴纸，贴在所有朋友的手机上，这样只要有第一手资讯，我马上能够掌握。走。竟然有人是这样跑新闻的，对呀，帅哦！偶像，手机借一下。手机借一下，贴个贴纸，以后我能效劳，尽量 call 我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说他是偶像，那我们两个人呢？你们两个当然也是偶像啊！来，手机给我贴个贴纸。来不及啊！你没看到我手机上面全部都是贴纸吗？那你的贴纸看清楚啊，这是一台玩具。那你们应该有 MSN 跟即时通吧？
当然了、啊、，MSN 跟即时通可是我重要的消息来源。嗯，而且啊，宇文可是24小时都挂在线上。太棒了，那快点让我账号加一加吧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有一则重要新闻哎、欸，我得跑新闻了。先生，先生，账号啊。哎、欸，你们两个双胞胎也有情报网吗？哦，当然啦、啊，像是 MSN 跟即时通啊，就是我的情报网之一。像刚刚啊，我就收到了一则讯息，是一群同学他们为了完成自己要开演唱会的梦，但是缺钱，这该怎么办呢？这该怎么办呢？嗯，该怎么办？该怎么办呢？怎么办不重要，我的账号啊，账号给我啊。没钱，可是要办演唱会，你们一定也很想知道是怎么办到的吧？爱我，说爱我，难道你不再爱我？我的泪滴下来，你从来不难过。为什么敢在宇文面前弹吉他？我都还没开始演唱会呢，这群人还真大胆。告诉我，原来不是我想象。一群平凡的高中生想在台北市中心开大型演唱会，还要上街募款，怎么会有那么大胆的想法呢？一开始是我们社长黄金的 idea。说爱我，说爱我，难道你不再爱我？因为我们都快高三了、啊，就准备要读书了，不会再玩社团了，所以说我想要借这个机会，让我们留下一个美好回忆。刚开始说要办活动的时候，有些人就是觉得说，哎呀，好像办不成的感觉。可是有些人觉得说，哎，这好像还不错，觉得说这可以行啊，为何不做一下试一下 ，try it 看看能不能，就是为我们自己，创造一个很好的记录。哎，同学，现在就当作是我们在演唱会现场，台下坐的是成千上万的观众。1, 2, 1, 2, 3, 4。基本上我们这边都是住校的学生，所以说都会到礼堂去练习，让大家能够培养默契，然后培养感情。我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会起来练琴，然后用手小小声的按着琴，怕说吵到别人，也会小小声的唱歌。等我们上土著的 studio， 然后尽量小声一点，不要让他们听到，会后果会很惨。等一下就当作那边有成千上万的观众在看我们。夜深人静，不能大声唱歌，但是他们还是一心追寻梦想。他们的梦想是想办一场大型演唱会，不过这需要花很多钱，对于16、17岁的他们来说，这似乎是个不可能的任务。其实学生玩音乐真的玩得蛮穷的啦，因为学生没有钱，所以说，而且音乐是一种休闲，就正常的休闲运动。可是这个东西是要钱的，要花钱的，而且它费用并不小。好，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成果发表的事情。那经费不够啊？经费不够，不然我们去街头卖艺好了。西门町是最好的选择啊，因为那边路人很多。我们要不要还要再去西门町募款啊？可是那个店家都说，就是老板都说他老板不在，都不给钱啊。其实就是大家那种内讧啊，然后意见不合，说放弃之类的。对，然后就没有什么心要做的感觉，然后感觉做不起来。有些同学想放弃，但社长还是说服大家坚持下去。他们觉得一个学校的力量太单薄，所以上网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。正好树林高中吉他社也想要办一个演唱会，所以两校密切合作。究竟双树同心，是否就能美梦成真呢？我是双拥吉他社的。哎，你们要不要晚一点再来？我们在开店。还在开哦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然后我们会帮你们。伸手要钱，难免会踢到铁板。
除了要不屈不挠，还得有些配包。不能穿便服的，要穿制服。大家还知道我们是谁？对啊，你穿上制服，让人以为你来骗钱的。对，知道吗？以后不可以穿便服，知不知道？最后，他们决定在街头募款，总算得到路人的肯定与回馈。能够很踊跃自己参与社团，让发表自己最大的才能，然后表现出来，秀给大家看。其实我是觉得他们这样的勇气，然后我觉得真的是要走出人群，然后表现出来给大家看。就已经什么佩服。上一届是把这个吉他社交给我，把社长这个位置交给我，让我去把这个社团带起来。因为这种学校很偏僻，没有办法让外界都知道这所学校有这样的吉他社在。所以说，我想借由这个表演，能够让这个学校的这个吉他社能够宣扬出去，而下一届或下下一届能够把这个传统一样，就是再延续下去，然后让我们做下一届的榜样。欢迎大家来观赏松树烧杯演唱会，耶！大家好，我是黄金，是双溪高中吉他社社长。今天这个表演呢，应该能非常精彩的进行，希望大家能够看下去，看到我玩，看到结束，谢谢。将来也许不一定不知道会不会走音乐这条路，但是我想这是一个成长，算是一个蜕变。我不知道这样付出有没有得到回报，但是我想努力付出是有值得代价的呀。所以说下一届都会看在眼里，我们这样做，他们以后可能也会这样做，让下一届下下届以后的学弟妹看到这种情形，让他们能够就是继续表演下去。别再骗自己，爱已遥遥不可及。别再说你懂，不过是你自己。妹妹，哥哥问你哦，你觉得大哥哥大姐姐们表演的好不好？其实今天看他们表演，我觉得团员们都很有魅力，然后我自己也本身也在玩团，所以希望也可以像他们这样。你会觉得说做这件事情，办活动办表演自己办，怎么可能，怎么行呢？可是我们做到了，就是这样，我们花了很多很多心血做到了。这场演唱会让我非常感动，从头到尾我都坐在第一排专注地看着表演。我深深觉得，只要有心，没有什么难得倒我们的事，而我们也应该趁着年轻，赶紧去实现心中的梦想，为青春留下美好的回忆。好棒哦！怎么样，我的情报网不错吧？哎呦，我不是在说你啦，我是说那些高中生。哎，想当初我高中的时候还懵懵懂懂的，根本不知道自己可以办演唱会。还好我还年轻啊，可以趁高中毕业之前来场演唱会。我看啊，不如就现在就来办。我也要，我也要，我也要。哎，等一下，在办演唱会之前呢，不要忘记下礼拜同一时间要收看我们的《同学少年都不见》。